咁所以我同大家交代咗兩方面，要短時間去做出嘅成效，一方面係加強病毒嘅檢測能力啦，一方面咧係增加社區嘅治療設施。呢、這個就係我喺七月下旬咧就係、是、請求中央支持嘅兩個方面啦。中央政府係高度重視近期香港疫情嘅爆發嘅，所以係表示我隨時都會應特區政府嘅請求，提供一切嘅必要支持。咁所以今次中央嘅支持咧，係已經到位嘅啦。相關嘅部委已經同特區嘅政府咧舉行咗一啲對接嘅會議嚇。咁一支內地核酸檢測嘅支援隊已經喺幾日前咧嚟咗香港，另一支咧係內地方艙醫院嘅支援隊，亦都係組成咗候命，但係到今日為止咧係未抵達香港。為咗令到我哋更加好掌握社區的感染情況，盡早去識別這些隱性的患者，亦都等到市民自己安心，我們是很願意去啟動這個普及的社區檢測，因為現在我們有了中央 的力量了。我們現在估計兩個星期後就可以展開。另一個呢，或者可以叫做是港版的火神山醫院，就是重新建的。我們找了一塊地，就在亞博館的旁邊有一塊大概32000平方米的土地，就在那裡希望能夠建一個臨時醫院。